波雄乐团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对本台支持啊！再来感谢就是咱社组的赞助贝糖公菜赏金新台币2000块，台北亲友赞助咱俊龙公菜赏金2000，再感谢就是咱台北亲友赞助咱雄鹰公菜赏金1000块，再感谢就是咱王大姐赞助咱彩云公菜赏金2000块，再感谢就是咱啊马鱼子吼，就是赞助咱。 啊，二亚块啦，二亚块赞助咱彩虹公彩收金5000块，再感谢石妈咪赞助咱彩虹公彩收金1000块，给你这些人，让你荣华富贵，是啦。啊，只有咱观众朋友会当平安大赚钱，谢谢。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哦，贝团收到咱未来底邀请，来个遮开宴三讲的时间，有好看无？好。做了拜你卖名吼，真多人真感谢，感谢你吼。阮是大家拢足拍拼，足认真伫咧演俩，然后不只有欠点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明仔载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明仔载。 贝团伫咧宝桥的福寿宫，宝桥的福寿宫新店宝桥福寿宫开演即工，请各位观众朋友，若无啥去遐，到时咱新店宝桥的福寿宫赞助贝团公仔，啊，佫卖袂记哦，明仔载共阮遮，就是咱台北优秀的歌剧团，就是咱连环歌剧团，卖当遮开演，想做较侪人来遮甲伊斗赞助、斗支持，真的超谢，谢谢你，谢谢。